诸位同学，大家早上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释卢老人的《论语讲记》子路篇第26章。子曰：君子泰而不骄，小人骄而不泰。这二句很难表现，必须常看历史。交际场中，你不要说话，看别人讲就是求学。子曰：君子泰而不骄。泰，一切绝不拘束，与骄有什么差别？参考集市一论的论语撰著，君子无众寡，无小大。君子不论人多人少，地位高下，年龄大小，无敢慢。慢是傲慢，慢从心字旁啊，这个慢字啊是心字旁，属于五大烦恼之一。慢有七种：外表规矩，其实傲慢。无敢慢就是疏泰，虽不敢慢，但是心里不紧张，有事怕错就会紧张，就不是泰。小心也必须疏泰，这不算骄。小人骄而不泰，小人就不是如此，矜举傲物，怕哪一条错了，叫人家看不起我，总想我比别人多好，这正是傲。如子路衣敝缊袍以衣符合子立而不耻，子路以为一律平等，没有贫贱高下，唯恐失去尊严，就是傲慢。这是骄奢和泰之有。好，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祝大家福慧增长，法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